对方具备一定的身高，对一次比较成功的防守，对方就是刚才我们也是赛前说了，因为是青年军，所以他的移动速度，你看包括这次非常坚决的，包括技术能力好，他就不会太差。是的，好球，好球，底角的周鹏，错，但实力就是这样，阿联的高度包括篮下的封盖给对方一定的干扰，这个干扰是技术。前场具备持球攻的能力的内线，实际上确实可以这么打一打。好球，对方这是再加持球人，这对方非常漂亮的延误，因为中锋的高度并不是很高，只要中国队这边一有高位挡拆，对方马上是双人夹击持球人，用大延误来延阻中国队进攻，而且效果还都是扑出来，让周琦留下，周琦去护框，非常的不错。赵继伟给他一连，很好的位置，漂亮的对手，好的对手，你要争取通过胜利去建立信心。对，漂亮，这个夹击这边要断线，郭艾伦，今天郭艾伦啊，一定要小心。到低位外线有交叉，是走底线。中队还是要小心应对。对方也是频繁的突分，因为篮下的高度比较高，给他干扰很大，就是这种球。对，对吧？昨天不着急，对，昨天注意一下球，再去找外线的机会。赵睿，好球！而且您看他突，周琦瞄篮，漂亮！好球！好球！这脚步运用的非常好。今天周琦明显次的世界杯夺冠大热门塞尔维亚队啊，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他们没进奥运会，他们过，但是后来到现在，你看这一批人全成长起来了。对，漂亮，好球，这球有球的切篮板球和二次篮板的拼抢上同样非常积极，积极。中央电视台底角中锋下顺篮下漏了，漂亮，机会，好球，好球啊，这球方若过渡的时候处理的大赛在 CBA 当中有好的表现，同时他们自己也在有很多大赛这种场次的积累，漂亮，好球，王哲林没有下击，大王转移球出来，郭艾伦怎么样，好球，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会像任俊飞啊、翟小川啊，包括王哲林他们呢又不是很吃亏，所以我最后就干扰你，我想早一点去扩大防守区域，挡开直接换，但这个后线对对方出球很快，对，再想补呢，部队对于防守端要求还是挺高的，是全场的领防，包括连轮转之后的这个到位率，看看这一下，嚯，这还防得好，对方攻的也漂亮，国字号球队也好，大概有100到200人这种水平的，确实是，对吧？最起码有100到200人基础嘛，选台基础和选台范围。再看郭艾伦这边，跟进，周琦跟进，好球！周琦今天第三次，最少三次，要求都是一致的，没错。可惜了，说白了就是他10岁他就这么打了。对，对，他学校的教练、培训班的教练就是这么教的。哇哦，这边对方呢是追防反，还是最有效的得分手段？也就是说，好、这边防守断球，处理球，可惜了。反而是让对手一次打空篮得分，有时候说一分钟结束了。好球！这是郭艾伦接内线，在处理球上，特别是在对传球方面，哦，这边了一点点儿。我们需要郭艾伦的进攻，需要他的得分，需要他快速的反击，但是我们也需要他的组织能力，包括防守能力。小挡拆往下线打，真漂亮，一个打了一个对传切式，
赵继伟的无球跑动不错，好球，远端的背掩护非常成功，所以对位也好，一防一也好，他发生掩护的时候其实都是瞬间的，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沟通和呼应。投一个三分球没有中，中队应该是连续保护住了四次防守篮板了，接连阿联发力了，好球。哎，因为我相信阿联这种身体条件和移动能力在克罗地亚也是相对较少的，是你平常在训练比赛也很少去遇到。快轮直接断球成功来了，好球。哎，他这个速度结合球能力确实强，阿联的这个判断确实非常准。背转身好球，好球啊，这段中国队打的连续性很强。上说上让怪伦上来就是为了改变对手的防守，能不能改？那这个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能保持好的防守强度和转换速度。那再一个呢就会在关键时刻有人能够站出来。哎，上来之后很聪明的一处理球，有助攻的，希望周琦能越来越好。对吧，每一段经历都是有防的不错，又是小川，任俊飞啊，像后卫一样，一个长传非常美。这之后任俊飞一个大长传，大长传让赵睿上篮，然后被对小川，嚯，那拿球之后他一意识到说，哦，佩科维奇在打，在防我，这绝对是给他打小，没有。赵睿突然冷电，好球，平稳下来一下。第三节比赛剩下时间不多了，中国队在这一节确立了领先的优势，而且自己打的呢确实是有可圈可点之处。好球，这边对方那么好的防守，就像比如说像对方第一节那种开局那种大延误加对持球人夹击，所以对方果断的分球，好球，帮助不是说一味的抢分，而是说呢能够帮后卫去缓解这个传球压力啊，包括适时的调度，特别是他上半场第一次上场之后，对，稳住局，后手这一下判断很准，后人任俊飞，哎，可惜了这球，嚯，竟然俩人加起来打进三个神仙球吧，特别长士气，而且呢，都是在对抗之下保持手感打进的。这个战术的代号听见了，但是在这儿还不方便说啊。是，我们看看这球，这球太意外了，这回来自己来，可惜对手的反击。中国队要一个暂停，这个李楠知道主持情绪，要达到锻炼目的，每个阶段解决每个阶段的问题，包括集中注意力。中间，对，哎，我们看就是打掩护，是这支球队里有能力的那一个，这直接干下来，好球，被易建联轻松，没给佩科维奇上篮任何空间。促成阿联这一次持球突破，但是这一次呢就反过头来说，因为情绪上你说让，哎，这时候对方中的这一段的进攻的效率不是特别高，对方连续三分球命中，团队配合击败了全国家队出战的波多黎各，可能是会受到一些干扰，嗯，但是他投入的这种体力和精力，他保持他集。昨天刘伟也说了，集中注意力，你还不容易受伤呢。啊，没错，对吧？再推速度，是。快轮给到周琦，好球！今天中国男篮的每一个队员。这个。全情的投入到赛场当中，是，一点没有，手感确实还不错，而且情绪上那种挑战的意味也比较重。中国队这个时候如果能保持冷静，其实是好事。好球，好球！怪伦头脑确实非常清。
易建联、周琦和周鹏在场上，先发这三个前场球员在场上。比赛继续，中国队还是利用传导球破掉了对方的全场紧逼，好球。不仅仅体现在得分上，也不仅仅是命中率上，就是每一个人的这种状态、思想状态。是，好球，这球应该就差距，还是有差距，还有差距。哎、是。好，这样的话，双方的击掌致意，比赛已经是没有悬念，89-73，中国男篮是取得了本次四国邀请赛的。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even if it's fake.